六原合体，中华战力升级，名战纽西兰。由大联盟举办的经典赛资格赛，明天将在新北市新庄球场登场。中华队昨天首度全员到齐，包括前天深夜11点多才返台的蓝明狗桃园大师兄林志胜、詹帅詹志尧、林家伟、王清志、郭彦文、林鸿玉等六名国手。总教练谢长亨满意地说，这次队形很完整，选手都很不错，最重要是大家自主能力很强，渴望在这次比赛中打出佳绩。昨天四支参赛队伍都陆续到球场练球，八月底被印第安人释出的戴蒙也随泰国队一起热身。虽然泰国实力不强，但戴蒙还是很有信心，他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赛可以增进泰国的实力。另外有菲律宾血统效力日职中日龙队的小川龙也代表菲律宾出赛，直呼是个特别的经验。陈军集训才10天的纽西兰昨天也以传统的黑色队服亮相，其中旅居纽西兰12年的台籍教练叶明煌也随队参赛，将以打进冠军战为目标。动新闻新北报道。